1997年3月3号，距离春节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了，北京依然十分寒冷。在海淀区的一家医院里，一个老人看着窗外树枝上微微翘起的嫩芽，这应该是到了万物复苏的季节，但他的至亲骨肉却要渐渐离他而去了。这是一间危重病房，病人在昏睡着，鼻翼的呼吸时快时慢。老人看着病床上女儿虽早已不再青春，但被病痛折磨得惨白的脸，心中五味杂陈。然而这一切错综复杂的情感都无人可以诉说，因为她最亲密的人，她的丈夫，此时在北京的另一家医院里奄奄一息。说起这位老人的丈夫，有一部在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叫做《围城》，主演陈道明凭借在剧中饰演的方鸿渐一角，获得了第11届飞天奖最佳男主角。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部经典电视剧的原著作者名叫钱钟书，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段对婚姻、爱情、人生的经典阐述，出自于钱钟书的妻子杨绛为《围城》写的后记。杨绛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由他翻译的西班牙文学名著《堂吉诃德》被称为该书的最佳译本。杨绛的丈夫钱钟书同样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他的代表作小说《围城》被誉为心如林外史。杨绛和钱钟书夫妇被称为中国文坛的双剑合璧。1932年，杨绛怀着梦想辞别了故乡的亲人，北上求学。他以借读的身份进入了清华大学外文系。这一天，他见到了一同来到北京的老同学孙令贤，而孙令贤身边多了一个年轻的身影。清华大学的古月堂自从1928年改为女生宿舍之后，这里啊经常有男生在门口流连忘返，他们等待着恋人的相会，或是依依不舍的告别。1932年3月的一天早春时节，在古月堂门前，杨绛见到了老同学孙令贤。孙令贤非常自然地将站在自己身边的表兄，当时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的钱钟书介绍给了杨绛。在杨绛的眼中，钱钟书身穿着青布大褂，高高瘦瘦，厚底儿的布鞋，黑框眼镜，一副标准的书生模样。后来杨绛形容钱钟书蔚然而深秀。两人的初次相遇看似波澜不惊，却在彼此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随后两人分别得到了一个并不愿意相信却又看似真实可靠的消息，消息的来源是他们共同的熟人孙令贤。孙令贤介绍表兄钱钟书和同学杨绛认识的初衷，并不是想让两个人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因为他知道钱钟书啊由家里安排定了一门亲事，而杨绛也有一个男朋友。与钱钟书定亲的正是孙令贤远房姑妈的养女，名叫叶重范。叶家并非一厢情愿，钱钟书的父母也同意了这门亲事，但是钱钟书却从未认同过这位叶家小姐。那么杨绛所谓的男朋友又是谁呢？这个人名叫费孝通，他出生于1910年，比杨绛大一岁，他就是孙令贤口中所谓杨绛的男朋友。杨绛和费孝通是苏州振华女中的同学。说到这儿，可能有观众不理解，为什么振华女中里会有一个男生费孝通呢？原来
当时费孝通的母亲担心他上男子中学会被欺负，他与振华女中的校长是老朋友，所以费孝通就被安排进了女中。费孝通与杨绛同班，一直暗恋着他，并且两人随后又考进了同一个大学，东吴大学。这让费孝通更加觉得自己和杨绛非常般配，没有理由不在一起。但费孝通并不知道，杨绛对于他只是当作一个普通朋友看待。自认为对于杨绛和钱钟书都非常了解的孙令贤，又如何能猜透两人的心思呢？他只是将自己认为的事实情况分别传达给了他们。孙令贤的话让钱钟书和杨绛都非常苦恼。自从邂逅了杨绛，钱钟书很动心。这个看似木讷的书生在行动上却十分果决，他很快就写了一封信，约杨绛在清华园的公子厅见面。公子厅原名公子殿，是清华园的主体建筑，因其前后两大殿中间以短廊相接，从高处往下看就好像一个公子，由此得名。钱钟书并没有等在杨绛的宿舍古月堂的花钱留下，而是选择了一向之隔的公子厅。他想在这里坦坦荡荡地与杨绛互换心事。在钱钟书看来，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贵在真诚。就像约好了一样，两个人的开场白直截了当。钱钟书说，我没有订婚。杨绛则回应说，我没有男朋友。误会终于澄清了，他们开始了发乎情止乎礼的交往。钱钟书每天都给杨绛写一封信，而杨绛知道每天都会有一封情书等待着自己。慢慢的，他爱上了钱钟书。钱钟书自小喜爱诗词，他自学成才，在写诗填词上颇有造诣。他为杨绛写过很多首情诗，其中以壬申年秋杂诗四首最为经典。这里的壬申年指的是1932年，也就是杨绛与钱钟书相识不久的秋天。我们经过多方的查找，在民国期刊《国风》第三卷第11期上找到了钱钟书写给杨绛的壬申年秋杂诗四首，其中有一首诗是这样写道：良宵苦背睡香漫，烈烈风声恻恻寒，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在这一首壬申年秋杂诗中，钱钟书仿佛置身诗中，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秋寒之夜，披衣而起，窥眼窗外的漫天星辰与柔和月光，虽有烈烈之风，不掩月色之美。美景让钱钟书更加思念杨绛，因为此时在他的心中，独享的月光远不如爱慕之人陪伴在身旁。钱钟书不愧是清华才子，壬申年秋杂诗四首中的每一首都写得婉约华美，动人心弦。把写给恋人的情诗刊登在期刊《国风》上，不难看出钱钟书表达爱情的方式十分含蓄。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处，杨绛和钱钟书对于他们的关系都想更进一步。杨绛向钱钟书发出了邀请，要他来家中拜见父母双亲。在1933年初，钱钟书踏上了苏州之行，他将要见到的是杨绛一家人。
要做杨家的女婿，钱钟书首先要通过的是杨绛的父亲杨荫杭这一关。杨荫杭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分别获得了法学学士、硕士学位。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杨荫杭开启了他在中国的仕途之路，曾担任京师高等检察厅长。这样一位国民政府高官，却在1919年看透了当时政府的软弱无能，毅然辞职。这一天，钱钟书走进了杨家的大门，与杨荫杭单独谈了一阵。当钱钟书走后，杨绛怀着忐忑的心情询问父亲对于自己恋人有何评价。杨荫杭只说了一句话：人是高明。钱钟书一派名士才俊的气度，自然能够让识货的杨荫杭看出他的高明之处，但作为父亲，不可能不为女儿的终身考虑。究竟钱钟书能否带给女儿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是最现实的问题。不过很快，杨荫杭的疑虑就打消了，因为钱钟书不但请出了长辈作为媒人提亲，并且带着自己的父亲钱基博再度来到了杨家。杨荫杭看出这个年轻人的诚意，此时的他也不得不点头答应下来。钱杨两家在苏州的一家饭馆里宴请了双方的至亲好友，完成了定亲仪式。这之后没过多久，比杨绛更早毕业的钱钟书对于前途出路有了新的想法。1935年春天，钱钟书报考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考试，他决定要去英国留学。所谓庚子赔款留学，源于近代中国被迫屈辱签订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在第六条中规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澳八国及比、荷、西、普、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000万两白银。在庚子赔款以后，多国相继与中国签订了部分退款协定，其中一部分用在了教育上。每年中国可以向美、英、法等国输送公费留学生。但这些毕竟是小事，学问上的志趣相投，让他们即使在漫长的海洋旅程中也不感到乏味和无聊。到达英国之后，钱钟书和杨绛租住在一个当地家庭里，他们称呼房东叫做老金。
在牛津大学，杨绛与钱钟书的身份不同，他只是一个旁听生。钱钟书与杨绛再次进入了可以专心读书的象牙塔，他们可以在这所历史悠久的英国名校里阅读更加纯粹丰富的英文著作。漫步在校园里，钱钟书公派留学的身份可以穿着一件黑色的背心，背后还有两条黑色的飘带，这让杨绛很是羡慕。但在牛津大学自费旁听的开销已然让远在中国的父亲杨银行十分吃力，杨绛不想再向父亲索取更多。大部分时间杨绛都在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里自习。虽然名义上是一名旁听生，但是杨绛在这段留学经历里却并不输给丈夫钱钟书。她不仅将自己的写作能力磨练得更加成熟，而且还自学了法语、德语等多门外语，这为杨绛日后在中国文坛上的大放异彩埋下了伏笔。在房东老金家里的生活很快让杨绛体会到了种种不方便，每天的饭菜也越来越差，这让杨绛产生了出去单独租房的想法。他在学校附近找到了一所房子，在圣诞节之后，钱钟书和杨绛就搬了出去。钱钟书清晨悄悄起床进了厨房，这是他们刚刚搬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半个小时以后，还在睡梦之中的杨绛隐隐约约地闻到了一阵香气，随后映入杨绛眼帘的是烤好的面包、煮鸡蛋、又香又浓的红茶、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杨绛没想到一向笨手笨脚的钱钟书竟然慢慢地学会了做英式早餐，在他们以后的生活中，早餐都是由钱钟书来做。来到英国的第二年，杨绛怀孕了，这让初为人父母的钱氏夫妇非常欣喜。1937年5月19日，英国牛津医院里降生了一个中国孩子，钱钟书如愿得到了一个女儿，杨绛夫妇为女儿取名钱媛，钱钟书为她起了个小名叫阿媛。在杨绛生下女儿后不久，钱钟书顺利地完成了毕业答辩，他取得了牛津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学位。按照计划，钱杨夫妇将前往法国巴黎继续留学。钱钟书和杨绛在巴黎的生活非常愉快，还见到了很多清华的同学，他们在一起读书聚会，高谈阔论，大家都很喜欢他们的女儿还不到一岁的阿媛。然而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封从中国寄来的家书打破了这种平静。1938年秋天，自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纷纷沦陷。正在法国巴黎游学的杨绛夫妇收到家书，钱杨两家在侵华战争爆发之后都离开了家乡，扶老携幼前往上海避难，所幸都顺利地安顿了下来。原本计划在巴黎多留学一年的钱杨夫妇，出于对家人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眷恋，辗转法国多地，终于买到了船票，坐上了一艘从里昂开往香港的轮船。钱钟书接到了西南联合大学的邀请，他得到的职位是外文系的教授。在轮船抵达香港之后，钱钟书独自前往昆明赴任，他们自结婚之后第一次分别了。杨绛带着刚满一岁的女儿阿媛来到上海，由于上海有着一部分租界并没有被日本军队完全占领，因此在沦陷区中心的上海像是一座孤岛，
杨家暂时居住在霞飞路莱德坊，父亲杨运航头上的白发增添了许多。当他见到几年不见的四女儿杨绛，还带着自己的小外孙女，心中十分高兴。杨家的暂居地离着钱家的暂居地腊斐德路很近，杨绛常常需要在钱杨两家奔走，照看老人，抚养女儿。杨绛在一位广东富商家里做家庭教师，教那家的小姐高中课程，每天一早出门，非常忙碌，一面工作，一面抚养女儿。钱钟书从西南联大回到上海，已经是一年之后的夏天。与丈夫的重逢让杨绛非常欣喜，但很快钱钟书遭遇了一个难题。这一天，钱钟书接到了离开上海去湖南避难的父亲钱基博的家书，信中让钱钟书前往湖南的蓝田诗院教书，以便侍奉父亲。这让钱钟书很是为难，刚刚与妻子女儿团聚，怎么忍心撇下他们去湖南呢？贤惠的杨绛不想让丈夫违拗父亲的意愿，在钱钟书离开上海启程前往蓝田诗院前，杨绛对他说：你这次生日大约在路上了，我只好在家里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他略带嗔怪的语气中仍然有些依依不舍。就这样，钱钟书苦笑着踏上了湖南之行。钱钟书的这一走，抚养女儿阿元、照顾钱杨两家的重担又都落在了杨绛的身上。1941年暑假的时候，钱钟书终于从湖南辗转再次回到了上海。在杨绛眼里，丈夫变得黑了、瘦了，显得很憔悴。阿元已经不太认得爸爸，躲在了杨绛身后。丈夫的归来让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杨绛一家在沦陷去上海的生活并不容易，但即便艰苦的日子再难熬，只要他们仨在一起，杨绛的心里就非常踏实。尽管在战火纷飞中生活难以安定，但杨绛仍然在小说、戏剧的创作上崭露头角。1943年，杨绛在上海发表了《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一系列优秀剧本，并被搬上舞台，在上海公演反响极大，颇受欢迎。一次，钱钟书和杨绛看完了由杨绛剧本改编的舞台剧之后，很是兴奋，回家对杨绛说：我要写一本长篇小说，而这部长篇就是奠定钱钟书文学地位的《围城》。《围城》出版后，杨绛还陆续给这部小说写了序言和后记。直到抗战胜利之后，钱钟书和杨绛带着小阿元一直在上海生活。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钱杨夫妇双双接到了母校清华大学的邀请，他们欣然接受。当时的钱元已经12岁，杨绛再次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此时的她不再是孑然一身的求学少女，身边有着丈夫和女儿的陪伴。在清华大学里，杨绛坚持不做专职教授，只做兼任教授，不用开会，工作清闲，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照顾丈夫和女儿的生活。女儿钱媛身体一直不好，随父母来到北京后，本来可以在清华附中上学，但杨绛觉得学校里活动太多，并且总是占用午休的时间，女儿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于是让她休学在家，课程由自己来教。杨绛一家在北京的生活终于稳定了下来。钱钟书虽然工作很忙，但一有空，三个人总是会在一起谈笑，或者去附近散散步。对于杨绛来说，这是一段三人团聚的美好时光。站在钱钟书、杨绛夫妇身边的，就是他们的独生女儿钱媛。但或许谁都不曾想到的是，
杨绛和钱钟书这对羡煞旁人的文坛神仙眷侣，却不得不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之痛。这也就有了开场我们看到的1997年春，杨绛来到医院探望女儿，不住落泪的一幕。在杨绛探望女儿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97年的3月4日，钱媛因患脊椎癌医治无效去世。在钱媛去世之后，遵照杨绛的丧事处理要求，不留骨灰，不办仪式。但北师大外语系的师生们舍不得钱媛就这么无声无息地离他们远去，他们将钱媛的骨灰带回到了校园，埋在了文史楼西侧一棵钱媛上下班常常经过的雪松下面。这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了杨绛漫步北师大校园思念女儿的伤心之地。然而留给杨绛想念女儿的时间并不多，因为她的丈夫此时还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等待着她的照顾。1997年3月5号，在女儿去世后的第二天，杨绛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北京医院，坐在了钱钟书的病床前。自从3年前84岁的钱钟书因发烧身患肺炎紧急被送入医院之后，杨绛就开始了医院和家里两点一线的生活。他每天给钱钟书送饭送汤，无微不至。不久钱钟书被查出在膀胱颈上长了一个恶性肿瘤，医生会诊之后对一度退烧的钱钟书立即进行了手术。手术后的他身体非常虚弱，杨绛带了鸡汤想给丈夫补补身子。即使钱钟书时常陷入昏睡不能交谈，杨绛也期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慰藉。在他心里，钱钟书仍然是那个清华校园的才子，岁月与病痛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爱情。在钱媛被宣告病危8天之后，钱钟书曾对杨绛背后大喊阿媛7、8声，并说让阿媛转去自己的家里。杨绛再问时，钱钟书又陷入了昏迷。他想不明白钱钟书所说的家里究竟是不是他们三个人共同生活的那个家呢？在杨绛心中，他们的家具有特殊的意义。1977年的1月，杨绛从清华大学学部办公处的工作人员手里接过一串钥匙，工作人员叫他去看房子，还叫他跟女儿一块儿去，并且有汽车接送，这让杨绛又惊又喜。这套房子位于北京的三里河，有3室1厅，杨绛一家人终于结束了蜗居生活，开开心心地搬进了新家，而他们的生活也随着住进新房变得越来越好。搬进新家的第二年，杨绛翻译的西班牙文学名著《堂吉诃德》中文译本终于出版。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历经波折中断，手稿曾经丢失，前后翻译了达20年之久。5月，西班牙国王与王后访华的先遣队到达中国时，目睹了北京书店前排着长长队伍踊跃购买《堂吉诃德》译著的盛况。一个月后，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携王后正式访华，邓小平将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国礼送给了他们。杨绛作为翻译者受邀出席了国宴。在宴会上，邓小平问杨绛，《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杨绛淡然一笑，只说是今年出版的。为了表彰杨绛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和《小赖子》的贡献，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10世大十字勋章。同样在1978年，钱媛参加了公派出国考试，以出色的成绩通过考试，获得了赴英国进修英语
和语言学专业的机会。两年后，学成归国的钱元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了英语文体学课程。不愿沿袭旧式英语教学的他，想办法将枯燥的语言文体知识形象生动地讲授给学生，这让钱元在学校里很受学生欢迎。杨绛一家人在三里河公寓的生活平静而忙碌，每天钱钟书和杨绛各自占据一个书桌伏案工作，钱元下班回来也会熬夜备课批改作业，他们不多的休息时间会一起去公寓附近散散步聊聊天。钱元在晋升为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教授后，工作变得更加繁重，不仅在学校教学上，科研活动也多了起来。他当上了英语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还建立了一项北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的中英英语教学项目。女儿每天超负荷的工作让杨绛看在眼里，十分心疼。他曾问女儿，能偷点懒吗？能别这么认真吗？钱元听完总是摇摇头。自从搬进三里河的南沙沟公寓，杨绛一家人平静幸福的生活持续了十几年。然而命运却对他们开启了玩笑。1995年的春天，58岁的钱元开始咳嗽，并伴随着腰疼加剧，站立行走都愈发困难。在医院，钱元被检查出患上了脊椎癌。一年前，自从钱钟书因肺炎住进医院以来，杨绛就一直疲于照顾丈夫。看着年迈的丈夫和已经不再年轻的女儿，杨绛萌生出写一本名叫《我们仨》的回忆录，以纪念三个人团聚的时光。当卧病在床的钱元听母亲说起这个想法，当即表示想母亲把《我们仨》让给自己来写。杨绛答应了。尽管当时钱元握笔作起都很困难，但乐观的他却并不以此为负担。钱元的《我们仨》终究没能写完出版，他在安睡中去世了。第二年，钱钟书由于手术后遗症得了急性肾衰竭，他又开始了无休止的高烧昏迷。钱钟书这位中国现代文坛的大家，还是没有熬过1998年的严冬。丈夫和女儿这两个对于杨绛来说最重要的人，在两年间相继离开了他，他们都没有拉住杨绛温热的手。从此杨绛的世界也变得冰冷起来。杨绛曾说，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的确，他在独自生活的岁月里，心灵的寄托就是不间断的读书和写作。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重要著作之一《菲多篇》，这本对话体的著作记述了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在复读前与一众弟子朋友的话别。古希腊文写作，杨绛将其翻译为中文，寄托自己的心境。他认为这本薄薄的小书里有着一家三口谈话时的共鸣，跟他们对于世界真理的认识与追求有着共通之处。2003年，杨绛在92岁高龄写出了他内心底最强烈的呼唤与思念，回忆录《我们仨》。文中这样写道，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这是杨绛每每在凄风冷雨的夜晚
思念丈夫和女儿内心的写照。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纯正的回忆录，内容里穿插着很多杨绛半梦半醒的想象与记忆。也许在杨绛的心中，她的丈夫和女儿并没有离去，他们依旧在陪伴着她。有人曾说，把杨绛和钱钟书的稿费加起来，可以买一座大豪宅，但杨绛并没有用这些钱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钱杨夫妇对物质生活条件上的要求很简单，在精神上的追求却是高尚而伟大的。2001年，已经90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回到了母校清华大学，此时他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好读书奖学金的捐赠者。好读书奖学金意在捐助那些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撑学业的大学生完成学业。在捐赠仪式上，杨绛先生曾这样深情地说道：“因为我是一个人，大家三个人，我自己一个，还有已经去世的钱钟书和我们的女儿钱媛。那个时候。”我跟田园在钱钟书的病床前边，我们一起就商量好了一件事，就是说将来我们要是有钱，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呢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呢，就是说好读书奖学金的宗旨是扶贫。这一番真情流露的话语打动了现场所有人。杨绛先生一代学人的气度，回馈社会的良知，慷慨无私的捐助，让人深深为之折服。他将自己和钱钟书多年来作品再版重版，国内外发行所积累下来的稿费都拿了出来。在捐赠会场上，杨绛还向在座的学生们解读了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意义。现在呢，我越活越老了，越老越觉得听母校的这个校训8个字呢，意义深长，很有意义。自强不息，从我们自身做起，努力学习，求知识，学本领，然后底下呢，厚德载物呢，是一个道德的标志。就是说，我们努力，求知识，学本领，然后是为了谁呢？为的是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牢牢记在身上。在杨绛的晚年生活中，他深居简出，坚持着每天读书写作，甚至常常工作到凌晨1点才睡觉。他并没有因为年龄增大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2004年，经过杨绛反复校对修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8卷本的杨绛文集。文集涵盖杨绛半个多世纪的小说、散文、戏剧作品以及经典译著。除了自己的作品，杨绛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整理钱钟书生前留下的笔记。在钱钟书的著作当中，除了小说《围城》和几本散文集之外，有着大量的学术著作。钱钟书著书立说的过程中，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钱钟书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语以及拉丁文，在他的笔记中不仅仅只有中文，还伴随着大量的外国文字，这让数年之后开始整理的杨绛十分头疼。因为钱钟书懂的外语中有几门他是完全不懂的。即便如此，杨绛仍然以超乎常人的毅力默默地做着整理。
一个个不眠之夜的灯光下，他坐在钱钟书生前曾经伏案工作的大办公桌前，校对、整理、发掘着这些厚厚的笔记本，哪怕经常跳出完全不知所云的德文或是拉丁文词汇。在2003年结集出版的《荣安馆札记》，以及2011年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都是由杨绛整理而出的。当钱钟书的手稿集问世时，杨绛已经度过了他100岁的生日。这些宝贵的学术资料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一笔财富。如果没有杨绛先生多年来心血的付出、精心的整理，将会永远沉寂在三里河南沙沟寓所的柜子里。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遵照先生的遗言，他去世后家中不设灵堂，一切从简，并且将家中所藏珍贵文物字画全部无偿捐赠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得知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清华大学的学生们自发在校园里组织了一场简单而肃穆的追思活动。追思现场摆放了大幅的杨绛先生照片，105支蜡烛被摆成心形图案铺在照片前的地面。在默哀仪式结束后，学生们在杨绛先生的照片前献花鞠躬。杨绛先生说过一段话：我和谁都不争，和谁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我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死了。正是杨绛先生的不争与不屑，让他保持着乐观与豁达，直至去世。这位见证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几经波折磨难，仍然能够创造出巨大精神财富的女作家、翻译家，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她将要在另一个世界里，与失散了的丈夫、女儿。